猜我发现了啥？哦，王以恒。哎呀，哎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哎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来，兄弟们，照片都在这儿呢，集锦。来，慢慢看，慢慢看。哎，咱们先坐下，咱们先坐，行吗？哎呀，一张一张拍啊。哎，哎，你小时候去这个草原很好哎。那个应该是假的吧？你怎么有跟你一样的那么多？我说嘛，我四胞胎啊。哎，你好像是恶霸耶。我是孩子王，你小时候看着挺凶的。你染过绿头啊？菠萝头。原来你做卷发是为了掩饰头型，是吧？哎，咱们屋底砖。我天啊，怎么露着的 pose 在你？啊，你这么想要摆这个？啊，这是我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快拍！快拍！快拍上来！别！哎，不带这么玩了。呜呼！呜！哎！哎呦，好乖啊这个！我现在觉得一恒和当时也没啥差别，说实话。吃苹果。长得又一模一样。让我看一下吧。哎，这个可爱，这个可爱。这09年？你09年才这么大？他才5岁啊，大哥，09年你，啥去北京？工作人员先进，工作人员先进。真正的兄弟。哦，今天我是兄弟，兄弟们。工作人员要进的全部进啊。只为这笨笨的，不太聪明的样子啊。从他爸妈跟前过去，没想到。阿姨好，叔叔好，欢迎你，欢迎，太开心了，好久不见，阿姨，哎呀，叔叔好，叔叔好，叔叔好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少奇，好，小彤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坐坐坐坐，欢迎回家啊，呀，闹得我好激动啊，坐，哦，这桌子是还能动的是吧？哇。后斗门是流水席，这个是自转。坐吧，坐吧，坐吧，好了。你招呼。好，来坐坐坐。哦，我终于看出来了，我说他说什么，一直说抖。啊、哦，儿子，哎呀，你在这儿，哎呀，我回来了。这到底咋起的？能研究明白了吗你啊？我现在能理解的就是只有这玩意儿，就是他全靠这滚轮给滚起来了。不废话吗？但是他是怎么这么精准，一个图都没上到？懂啥叫现代科技？岂是你这么能研究明白？你这种车轱辘话我也会说。你研究明白？你为什么要吃饭？因为人饿。为什么要吃这个土豆？因为土豆好吃。嗯。那是那回事吗？那是因为这个土豆里面含有微量元素，比别的土豆都要好。你解释不到点子上，你是不是？我有一个问题，叔叔，你说，就是我特别好奇，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土豆从那么深的土里面铲出来，而且还保证这个土豆完好无损？这个机器到底是？机器里面前面有个犁呢，有犁是吧？哦，我就插土里面上拿谁上来？哦，有犁啊，哦，没犁怎么上去啊？哎，那时候其实我们要做这个，是不是也有控制控制它的高低？这个要控制高低。对，有液压呢。也要控制高低。对，我们是控制高低的。你为啥我坐那这头呢？哦，你知道是有难度，有平稳性。对，是不是？哦。陆卓老说他就是应该上初中还是高中是差生，然后突然逆袭成优等生了。哦，他就是因为这次以后，人家换了个班主任。对。当时是因为那啥，那两天真是被叫两次家长，然后差点就是学校就说。你就是说你学习态度有问题，我说我一定会好好学的。其实我觉得是种玩笑话，但是呢，后面老师找我谈了之后，说你把你的玩笑话能不能兑现？我就说真的要把这个事情，我要对得起我的一个承诺，然后开始疯狂学习，每天从6点钟开始学到晚上12点，中午只需要睡3分钟，
就一直不停的。那会儿精神高度紧绷，我当时我妈送我去上学的时候，我爸妈送我上学，然后我在车上哭，不想去学校，是吧？想跑，因为那会儿觉得就给自己的弦儿绷得太紧了，就是你还是学习需要劳逸结合的嘛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是真的考试的时候，最后成一开始年级500-600名。500多名吧，然后考到年级差不多前50吧，前30。对。哦，我终于看出来了，我说大声什么，一直说抖。啊、哦，儿子，哎呀，你得，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哎呀。这飞机。这辈子都当不了飞机，我他刚刚都晃成那样啊！我怎么突然间你们咋就老说这个？哎呀，我天呀，激动的呀！突然间啊，哎呀，儿子，哎呀，你也看到了吗？难过了啊！啊，哭了，有点哭了啊！我妈有点哭了，跟坐哪？没事。妈刚进来就说看见你们好激动，对，看到你们就想哭。刚才我就想流泪了，都激动的。那我都想哭了。哎呀哎呀上次见还是在地里。长时间啊，我没有。哎呀，没事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我们刚才也查了，最晚的一班那个高铁是8:30，所以从这里到高铁站的话，得需要40分钟，所以你们现在得出发了。要去北京。对，因为我想着本来就是好不容易到家了，想就是一家咱们都。团聚一下，正好带你们去吃肉，因为肉还没有好嘛。那我先跟卓哥一会儿就可能要先撤了。啊，哎又走了。然后让我的妈妈、姥姥、舅舅，还有我的爸爸，招待大家。谢谢一恒，谢谢一恒，舅舅，欢迎你再来。谢谢舅舅。来，你俩先就吃两口，快吃两口。来得及啊，就吃两口，就吃两口。来，走。哎呦，小心啊！呀，大口的，哇！哎呦，可香了，趁热，说辛苦了，好的，口水流出来了，没事。哦，辛苦了，叔，好，辛苦了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等我忙完回来，慢点啊。姥姥，拜拜，舅舅，拜拜，谢谢叔阿姨，拜拜，走了，真来不及了。